我要介绍的是七种尾音的发音。韩语的子音既可以出现于母音前面，也可以出现于母音下面和母音一起构成音节。在一个音节中，出现于母音下面的子音在韩国叫做发音，又叫做中声，在台湾把它叫做尾音，在中国大陆的书籍则称之为收音。我们看一下七种尾音是哪一些。第一 ，kio， 它在出生的时候是 g 的音，但是它尾音的时候是 k 音。第二 ，nian， 它在出生跟尾音都是 n 的音。第三 ，tig， 它在出生的时候是 d 音，但是尾音的时候变成是 t 音。第四 ，lil， 它在出生跟尾音都是 l 的音。第五 ，mim。它也是出生跟尾音都是 m 的音。第六 ，pip， 它在出生的时候是 b 的音，但是尾音的时候是变成 p 的音。第七 ，ing， 它在出生的时候是没有音，但是尾音的时候变成 ng 的音。那我们七个尾音都发音看看，每一个字发音两次练习。第一 ，gak gak。第二 ，nan nan。第三 ，dat。That. 第四 ，lal lal。第五 ，mam mam。第六 ，bap bap。第七 ，ang ang。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没有尾音跟有尾音的发音，每一个字发音两次练习。嘎嘎嘎嘎。那那难难。打다닷닷라라랄랄마마맘맘바바밥밥아아앙앙接下来我要介绍以 K 音来发音的其他子音，除了 Kill以外 ，q、sangyok 也是 k 音来发音。下面例子看一下，三个字都长得不一样，但是发音是一样的。以 t 音来发音的其他子音是，总共是七个，除了 tig 以外 ，shiot、sangshiot、jit。切
teeth, heat 都是 t 来发音。我们看一下例子，都是不同的尾音，但是发音是一样的。以拼音来发音的其他指音是，除了 bib 以外 ，pib。那我们看一下例子，也是不同尾音，但是一样的发音。接下来以子音和母音加尾音组合的字来发音练习，每一个字发音两次。cut cut knock knock tuck tuck lock lock mock mockPack, pack, sack, sack, ack, ack, jack, jack, chuck, chuck, cock, cock, tuck, tuck, pack, pack.Hug, hug. 간, 간. 난, 난. 단, 단. 란, 란. 만, 만. 반, 반.산산안안잔잔찬찬칸칸탄탄판판한한 got got not not that that lot lot mat mat pat pat sat satAt, at,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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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 tat, tat, pat, pat, hat, hat, gal, gal.날날달달랄랄말말발발살살알알잘찰찰찰칼칼탈탈팔팔할할감감남남담담람람맘맘밤밤삼삼
암암잠잠참참캄캄탐탐팜팜함함갑갑납납답답랍랍맙맙밥밥삽삽압압잡잡찹찹캅캅탑탑팝팝합합강강낭낭당당랑랑망망방방상상앙앙장장창창캉캉탕탕팡팡항항接下来用单字来发音练习。약약책책가족가족대학대학미국미국저녁저녁밥밥눈눈돈돈산산사진사진언니언니친구친구도서관도서관맛맛멋멋옷옷낫낫꽃꽃밭밭길길말말가을가을교실교실서울서울일본일본불고기불고기지하철지하철전철전철김치김치
사람사람서점서점이름이름인삼인삼엄마엄마밥밥집집입입컵컵앞앞옆옆지갑지갑한강한강노래방노래방빵빵고향고향냉면냉면선생님선생님운동장운동장비행기비행기공항공항